才的两部作品登台宣传，其中和前夫哥雷佳音的同台引来大批粉丝关注。早前雷佳音在某访谈中就曾表示，和郭京飞、李光洁组成了一个 TF 老 boys 组合，自己的昵称就是易烊千玺，还谦虚地表示，跟人家正版的 TFBOY 你们有这个见过面吗？不认识，人家是我们哪能认识人家，是怕人家别过两天这要版权啊，要版权这个就挺好弄。咱是老 boys 吗？没想到现如今不但认识了易大老本人，还一起合作影视作品，这下激动的还略有些小娇羞呢。这一次真的易烊千玺和老的易烊千假的易烊千玺要合作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假的易烊千玺，我演的是张小静、雷佳音，请大家关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？对此网友留言表示，哈哈哈，你好假易烊千玺，真人版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